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我翻嚟第二節嘅啤李漫步，哇，好撚正！頭先我哋嗰個係報癲嚟㗎，大家搞清楚，唔係啫你啊，即係始終日本仔啲嘢就係高級，你唔好得傾嘅啊。好啦，飲食界七一優惠反應參差，餐飲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就喺港台嘅節目表示，佢話咧受到深中通道通車，好多港人北上，部分優惠反應冷淡，佢哋咧相信會喺十一假期繼續推出優惠，相信能夠吸引大陸遊客。唔諗通，即係老實講，多人啦。老實講，即係以前咧，我哋做大公司啊，即係我所謂嘅大公司 Sogo 啦，咁啊成日咧，即係日日啲老細都問嘅，即係捽數啊嘛，喂，點解咁靜啊？屌你老母，咁我哋咪講，即係其他經理啦，哎呀落雨咯。哎呀，啱啱長假期咯，其實呢啲係人都知道，亦都係事實嚟嘅，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我咧即係開會嘅時候，我都係講呢啲嘢嘅，同老細。但係咧，因為同啲老細 friend 啲嘅，一到到咧唔係惡，即係唔係可以科務嘅會議，大家落咗台嘅時候咧，屌你老母！喂，靜就緊噶啦，你夾硬要揾啲嘢去賴，其實揾啲嘢去藉口。OK， 努力就幾時都要噶啦，係嘛？但係有陣時咧，你點努力咧都敵唔過個大形勢嘅，就好似話你有美斯咁係足球天分 ，OK？ 原來你生於喺呢個中國，咁你點攞世界盃？哦，係嘛？原來你生於喺香港，你連職業聯賽都唔俾踢㗎，你老豆老母啱唔啱啊？係嘛？要講大形勢㗎嘛？而家香港大形勢就係咁啦 ，OK？ 然後你去講嗰啲深中通道，舊年深中通道冇通車啦啩，走咗85万人。你而今年走咗140万人，你唔通話俾我聽多50-60万人經過深中通道，未至於嘅 ，OK？ 係因為你就算七一，即係你要認清香港個形勢。其實有陣時真係要食氣氛。嗱，我冇實際數據，但係我真心覺得係有一部分人老撚土咧，香港特區政府係有嘅。屌就係唔俾你經濟係好咯，同你經濟差就係同你屌，因為你嗱撚拆啦嘛，又捱多咗一年咧，咪咯，屌你老母，又苦多年。喂，又事實上係喎，你啲嘢真係貴啊嘛，香港。嗱，你好簡單，好似嗰日我哋喺東部食飯，咁後來咧，我啲同事同我講啊，佢話咧，由先咧聽見有啲客走嘅時候講，佢話啊都幾好食，不過嗱跟住不過乜嘢咧？就聽唔到啦，佢哋因為見到我啲同事啊，喺個街度等我啊嘛，因為我唔記得埋單，屌就行撚咗去。咁啊，於是乎咧，佢哋冇講。咁不過乜嘢咧？我唔知道你想表達乜嘢。可能話誒，不過係咪有啲貴啊？我唔知係咪啊？可能話不過易啲啦，或者啊。咁講真，咁你有陣時真係香港，你要認清楚香港租金人工係貴嘅，以前都貴喎，但係我就話齋，以前嘅氣氛。始終係唔同噶嘛，係嘛？一國兩制就係唔同啦，就係自由嘅空氣。好啦，租金人工你冇變到，但係已經冇咗嗰種自由嘅空氣。好啦，咁你點咧？咁我憑乜嘢去收平你咧？於是乎，一係就將價就貨，一係就將貨就價，是第一樣噶啦，係嘛？你真係冇得搞啊！至於你話，服務不好，我又不覺得真係我因為我冇上過大陸，我不知道服務有幾好。但是我不理佢用嘅香港人又好，用嘅係大陸新勞工又好，新移民又好，你淨係諗下人哋可能我聽人哋講啊，係兩三個人服侍一張台啊，或者一間房，你係一個人服侍兩三間房或者兩三張台。啲人話即係抹毛巾，唔係即係毛巾抹台啊，一張台一條毛巾。點樣一張台一條毛巾 ？O K， 一條毛巾一張台真係攞嚟洗喎。啊，明白。香港有冇可能咧？香港咧有陣時咧，其實老實講啊，嗰條毛巾唔知抹幾多次。我話俾你聽啦，抹幾多次啊？有陣時咧，我其實真係算啦。嗱，譬如係我坐喺度戇鳩鳩。係啊。屌你！跟住佢見到佢咧，通常佢有個台咧，即係下面我哋擺啲洗嗰啲污糟碟啊嗰啲嘢。係啊係啊。上嗰條毛巾，屌你老母！上位走上手走咗，我食茶餐廳都好啲，有啲水印。他拿了毛巾抹完又撇上去，接著
真係唔知抹幾多次。係啊，我話好啦，但係咁都未夠核突。有啲唔係喎，有啲譬如佢嗱，通常而家越嚟越新咧，就俾骨碟嘅。我自己出去食面嗰啲，如果嗰間嘢冇俾骨碟咧，我就自己揾紙巾墊嘅，冇咁核突噶嘛。係啊，屌你老母，去攞條毛巾嚟，將你啲嘢掃係啊，掃埋嗰條毛巾啊，啲骨啊，要算完嗰啲骨啊，掃撚落個碗度，然後成個碗啊擺落去洗啦。OK， 嗰條毛巾喺度劈喺度喎。係啊，屌你老母，手工先洗啊。喂，咁你點搞咧？係嘛？你真係好核突噶嘛？係啊，真係我覺得你要正視啊！嗱，其實咧，香港咧啊，有冇得搞，或者應該點搞，或者你要諗下個付出係咪做到，定係有一日要去到香港人個個冚家產啊！真係揾唔到嘢做啦，於是乎先屌你老母閪，識得喂加強服務咧？你問題而家香港人咧？有部分咧係有啲能力啊，於是乎係再真係再細息唔對，佢就走人。咁但係你始終有好多香港人留喺度啊嘛，係嘛？咁嗰班人又點咧？啊，咁當然啦。你話如果計即係換血，一日百五個，又有埋啲高才，即係嗰條計條數，喂，二十年後得翻200多萬香港人，即係所謂嘅香港人，即係我都唔係咁睇啦。總言之，你每一個人你都要生存噶嘛，你留得喺度嘅就係係嘛？然後你就話，即係最緊要嗰樣嘢，佢哋始終唔夠膽講，唔係租平，而係話屌你最有實力嗰班人走撚咗喎。而家佢講到話幾撚多70萬人啊嚟撚咗啊，又話呢樣嗰樣啊，唔係嗰樣嘢，嗰班人亦都可以翻大陸使嘅。嗯，甚至乎你話喂，屌你老母，你而家人哋點嚟啫？啲高質素客都唔嚟啦，係嘛？因為點解人哋外國嗰啲冚家產政府佢有旅遊警示啊嘛。又或者最高質素嗰班消費客啊，即係始終係逆流效應啊嘛。喂，佢屌你老味咩 I band 啊嚟啊，屌你咁30萬一個月啊，50萬一個月啊，阿拉雲曬係講緊，佢咪可以喺度消費咯。嗰班客唔嚟，滴唔到落去嘅。咁你喺中環開酒吧、開餐廳嗰班咁嘅 waitress 啊，揾2萬零3萬蚊嗰班啊，佢咪揾唔到錢咯？揾唔到錢，佢就收工屌你上台嚟左邊度食碗屌你60蚊嘅面啊，佢都唔撚食啦。嗯，即係浸一浸嘅啫嘛。其實就係冇咗呢班人咯。最有消費力嗰班人咯，冇氣氛。好啦，而家我有消費力，我唔撚中意香港消費咯，老撚土你個特區政府咯，係嘛？冇得搞嘅。好啦，結合埋你而家嗰啲即係咁嘅收入，你仲有幾多年啫？仲有真係咁搞法，過到3、5、7年，屌你諗你要跑山噶咯喎。嗯，就可能唔使添啦，係嘛？好啦，何韻詩喺建山書店6月30號嘅舊址開網上音樂會。差人又殺到，話收到人哋投訴音量過大，我睇下先。嗯，警方話當日6月30號下晝喺5:50接獲報案，話喺太平山街一間書店舉行音樂會，音響好大，所以到場調查。我懷疑上述書店正舉行網上音樂會。5:50，日光白白，啊都有音量限制嘅，但係喂，根據現場人士話。佢隔住玻璃係聽到啲音樂聲，喂，有啲人歡呼，係咪嘈到咁緊要咧 ？OK， 你可以嚟，喂，你哋唔該，有人投訴，靜啲啊，唔係拉曬封鎖線，有冇度分貝啊？唔止添，嗱，你度分貝咯，唔係你第一有冇度分貝咧？第二，你仲係將現場人士全部抄身份證，我哋就冇乜嘢好講噶啦，即係未見到噪音投訴係咁處理。即係呢啲咁樣嘅話咧，喂，噪音投訴拉封鎖線，屌你個抄身份證，我真係未諗見過啊！就係我真係未見過啊！啊！以前蔡家日日俾人佢投訴下邊好撚嘈啊，嘈住個身份證咁啦。即係嗱，老實講，有咩意思咧？做呢啲嘢，喂，你不如拉，喂，你直情屌你兩位驅逐出境咯，好似港英政府嗰陣時將何韻詩驅逐出境啦，唔需要講交代原因噶，啊。你即係老實講，你點樣和諧咧？嗯，好啦，另外啊，睇下呢個頒授勳章，我真係不得唔講嘅，又從來都唔講。我講我嚟嘲笑嘅啫。啊，當然今年都繼續要嘲笑啦。502個人獲特首頒發呢授勳。喂，以前咧即係講以前就嘥氣啦。哇，啲荷蘭水蓋真係巴閉到不得了，真係唔知點解嘅喎。喂，你信仰未愛梗係唔係啦？真係你要喂老實講啊，有陣時呢啲嘢咧。你頒個獎，你頒合適嘅人，佢就會慢慢咧托起咗呢個獎嘅。
喂，你知唔知做嗰排咧？阿麒麟伊士活啊，嗰條咁嘅老鬼啊，九啊幾歲，將佢嗰啲奧斯卡咩最佳導演啊、最佳男主角啲啊，丟你老母劈撚翻出去。佢點解啊？佢話因為呢十幾年奧斯卡嗱，簡單直不知所謂，佢羞辱呢一個協會為伴啊、為伍啊，咁嘅道理啊。嗱，老實講，如果你好謹慎咁樣揀一啲，即係唔會話全部嘅。即係大社會上面大部分人都認可佢作出貢獻嘅人去受分，咁慢慢慢慢其實就會標 up 咗呢個勳章嗰個咩嘅喎，尤其是九七之後我哋新噶嘛，之前冇噶嘛，係嘛？即係之前係英女王班，即係皇室班噶嘛。好啦，屌你一夜陽光，好啦，跟住越班就越好笑。好似我今日睇，先唔好講我喎，講大紫荊嗱最高最強噶啦，廖長江、大紫荊。劉兆佳好嘢，李卓芬，李卓芬咩？港大姚中儀學術館個館長，李家傑即係恆基大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 ，OK， 呢個叫做大紫荊。好啦，然後咧咩？李敏晶嗰啲金紫荊，李敏晶即係咧技安咁個女，嗰個女發展局個常任秘書長，即係 Metable 嗰個，絕對唔 Metable 啦佢。好啦。啊，馬道立的老婆啦，袁嘉玲。咁袁嘉玲而家好似話早幾個月永休啊，好似話呢一兩個月去做翻高等法院個常任法官 ，whatever， 我唔知啦。OK， 咁我冇乜意見，但係嗱呢啲金紫荊啊、銀紫荊、劉德華、童紫荊、胡風嗱，其他嗰啲我哋唔識唔熟，我哋唔講。其實唔係第一次啊。黎明當年好似又攞個銀紫荊、銅紫荊，周潤發又攞個銀紫荊之類咁嘅嘢。你問我，喂，明星唔係特別巴閉，係、哎、明星唔係特別巴閉。但係如果去到嗰級，嗱，我哋中唔中意劉德華都好，佢喺演藝界，甚至乎胡風添啦，九啊幾歲咯，喂，你大家唔好睇而家胡風係一個長者，人哋真係小生出身嚟嘅咁樣喎，做咗幾十年喺演藝界，甚至乎到我哋香港嘅貢獻。大家我真係覺得係有目共睹。好啦，佢係咪要攞呢個星？其實係咪佢哋係咪需要呢個星章去彰顯佢嘅人生成就？我亦都認為阿修哥或者阿劉華冇必要嘅，唔使嘅。但你俾得佢，屌你老母！胡風係童紫荊，冚家產，你劉兆佳係大紫荊，劉德華係銀紫荊，你李敏晶係金紫荊，你呢一樣嘢我同大家講。好明顯呢個特區政府或者呢個司禮賓部呢班友咧，佢根本從來就睇唔起你哋啲戲子嘅，係睇唔起嘅。喂，我都唔中特別中，我唔會特別中意劉華啦，田海華。喂，佢係香港真係有數嘅，黑黑有名，可以做模範嘅。如果你特區政府應該要用佢，喂，仲要係咩而家咩中國，我哋偉大中國唔知咩電影協會嗰啲咁嘅友嚟嘅喎。以前民間特首係啊。喂，都仲要係我哋唔係啊？可能佢就因為民間特首，所以唔撚俾得佢咁高啊！屌你老母閪，人哋拉佢多過拉我喎，大佬。OK， 好啦，真係老實講，屌你收個同志，你收嗰啲俾個大紫荊，佢都唔會為過啦。你問我哋就係咪先？喂，永不言憂，樂觀，屌你老母，永遠學習，永遠都有謙和，屌你老母閪，然後你嗰啲乜撚嘢啊？屌你！即係你老，然後即係我哋感覺嗱，我哋市民感覺啊，可能你話唔係啦。喂，嗰陣時嗰啲咩曾俊華都係㗎，大紫荊，即係佢哋嗰班張宇仁啊，張宇仁嗰啲大紫荊。喂，屌你老尾！你張宇仁有咩貢獻啊？你如果俾個大紫荊$20啊，飲食業界啊，喂，你不如啊俾啊即係死鬼啊楊冠一啊，楊冠一都好似有個童紫荊嗰啲咁嘅類嘢啦。喂，我都仲覺得佢似樣啲。屌你老味閪！所以你嗰啲勳章啊，咪冇咗嗰個即係、就是、大家認受性咯，係嘛？好啦，即係等於你諾貝爾也好，你奧斯卡也好，獎頒俾人，人需要個獎，個獎都需要人去互相 endorse， 應該咁講啊！屌你咩？即係古撚名精怪，係嘛？即係拗兩曬頭。好啦。咁另外咧就七一啦，咁啊彭定康啦，咁仍然都係佢呼呢個啊香港監察咧，星期日咧就上咗一段片，係咪？
就是彭定康啊，呢個千古罪人回顧香港主權，而家27年嘅感言。咁啊，入邊啲嘢我就唔係好方便講啦。我只能咁講啦，要抱有希望咯，係嘛？佢希望港人即係要有希望。咁佢就跟得好足啦。你淨係睇下佢一段嘢入邊，包括之前嘅中英聯合聲明啦，係嘛？啊，包括警察城市國安法啦，包括47人案啦，啊，包括有好多專業人士、教師、商人、律師啊離開咗啦，啊，咁佢咧就話好多時都會即係同嗰啲 BNO 嘅香港人去見面嘅，咁好了解嗰啲心態啊。佢話咧希望留喺香港人嘅留喺香港嘅人明白世界好多其他嘅地方嘅人咧都理解你哋經歷嘅事嘅，亦都理解你哋渴望。會成為一個自由公民，係嘛？能夠暢所欲言，互相表達意見而不必冒險被監禁咁講。佢話：佢接觸到而家喺香港嘅香港人，喺英國嘅香港人，佢哋對被逼離開香港感到好難過，但有希望咧，有朝一日可以翻去嘅。其實而家你傳翻嚟噶佢又坦言。彭定康啊，自由社會固然有其問題，但問題最終都由民眾解決到噶嘛。呢個就係解釋咗點解多元社會會比獨裁社會較好咯。OK， 休息一陣。